动，问安，感谢，做好事，本来就是泰雅族的优良文化。举凡树木文化、串珠文化、织布文化、射箭文化，样样都是在培育感恩、专注、礼貌、尊重的优良品格。身为原住民的校长，我基于这个缘分，原本就有这个义务与责任来推动，做好承先启后的工作，深化品格教育，让泰雅族的后代子孙能够把这个文化向下扎根，传承下去，快乐地向前。